子开枪吗？开枪啊！又吵架啦？快递找不到进去了，我自己进来了。看你爹的老婆，你个憨婆娘，你给老子滚啊你！你今天要是敢进来，老子非让弄死你不可！你个老窝头的卡需要把的，活该你单身一辈子，什么都不能人管。一大早上吃火药了，火气那么大，简直是我生。是。站到，走哪儿去？大哥，我们要走了，再见。好。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不许走！老子就是要走，你别怪养我。你走试一下，你走老子没得喊人。嗯、不要走，他喊人了。你把小蛇嘴巴给我堵到！你要抓子，你要抓子，我喊人了哈，站到。退后，退后，再退。好，就在那儿。好了吗？不是悍匪吗？不是杀人如麻吗？连个残废都搞不定，连个憨批。大哥，我们都是路过的，你放我们走就行了嘛。按江湖规矩来噻，我都已经看了你们脸了，你们不免我的口了，我跑得脱啊？你们也想打死我，打死就走。你喊我打死你，我都打死你！你是我爹吗？哼，好怪哦，老子都不打死你！不打死我就不准走！不走都不走，老子们又是时间。坐起。上午，两名女劫匪冲进水西路一家手机店实施抢劫。据在场目击者称，两人持有武器，非常危险。我正在公交手机店头看手机，两个虎兄冲进来，砰的就开了枪，但是给我们叫破了去炸了。我晓得这天迟早是要来的，没想到这么快。危险了，危大险了！两妹，我们要出头喽！出哪头哦？出头！我们戴起头盔。哪个邱大二哥晓得是我们？你懂个球，哪个大人物是青叶露脸的？蜘蛛侠、蝙蝠侠、钢铁侠、神雕大侠，哪个不是戴面具的？以后我们娘姊妹行走江湖，组合斗叫头盔侠。头盔侠，像手机那的头盔侠，你们两个干皮，笑死人了。他是不是在嘲笑我们哦？不要装他。